那这个报告说不是，我确定是应该是我们全部完成的，没有人是由我们独自自己完成的。别的学校都是去外面的厂商采购，我们都是自己用我们自己的特色，我们自己的实作能力来完成这样的。那也替自己鼓掌吧。各位老师，我们秀老师。